早安，我们现在在从查克雷到那个 National Park 的巴士，然后我们今天巴士是8点发车，我们7:40就到了。因为他们的巴士是你订票，他不会跟你讲月台哪里，所以你必须问。然后因为我们就也找不到那个 office 可以问，所以我们是一台一台巴士看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。幸好我们在发车前的3分钟，我们找到我们那台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的这趟旅行完全不是旅行，就很像一个冒险，就是我们一直压线在最后一分钟才就上飞机啊，然后还有这台车。好，然后我就期待一下去那个 National Park。这是我们的民宿。我们刚刚到我们的饭店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我们刚才是从就是我们搭巴士下车的地方，然后叫 taxi 来饭店，因为我们饭店在超级山上。这是我们的饭店。我们放完行李之后，就从饭店前往餐厅。然后我们一路上都用走的，因为没有交通工具。它其实明明很近，但因为是山路，所以要弯来弯去，我们走超级久。但是一路上的景色很漂亮，所以值得。我们现在在一家餐厅的外面，然后我们刚才 order， 然后我现在来外面拍。因为我们等太久了，所以店员给我们一盘 cheese 跟面包。然后他说这个 cheese 是 homemade。Those ones are the best. It's I think it's like then this one was. Thank you. 我现在要来吃我的鱼了。It's potatoes. It's not potatoes. The sauce is amazing. 鱼是一整只鱼。Thank you.我好期待，因为我快要饿死。这只鱼我那时候吃到很生气，因为超级多刺，然后我又很饿，又过敏。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吃那只鱼，他现在就在帮我解剖那只鱼。鱼的里面有很多香菇跟酱。我现在要吃就 Patrick 点的那个鹿的脚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，而且有一点硬。那个牛肉吃起来好像 ，Maybe she's saying that it's disgusting. Right. 我们吃饱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公园的入口，因为今天早上起来超级爆冷。我们刚刚吃饱，然后现在是1:40，现在才有太阳。好开心的。我们走在这种路上。
就是我们走边边的这条路，旁边就有这种小的可以看景的地方，超级漂亮。我们刚刚从他们这里的后面的路口进来，对，我们就逼票了。在我刚刚之前的那些 view 都是不用票，就是都是从我们饭店就是一路走下来路上的景。This is beautiful. This is freaking beautiful. 这个人坚持要下湖，然后我们超级怕他滑下去，因为你们看他的脚。So sad, you can't go.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无法形容我看到的美。这个公园有四区，就是有 A B C D 区，然后我们走了 A 区，所以就是 B C D 我们没有时间走，而且我们的饭店在 A 区的山上，所以只能等下次再来。好难过，只有走到 A 区，而且 A 区是最短的，就 A 区的那一圈只有3500公尺 ，B C D 都很大圈。我觉得这公园应该要逛两个整天，就你才可以真的完全享受这边的景，跟把整个路线走完。那就下次再来，如果有人想来的话，下次可以报名跟我一起来。因为它有不同路线，然后我们从某一条路线上来之后呢，发现了这条路，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条路线再下去一次看看。这是一个冒险，因为我直接把我的相机架在那边，然后我人就不见了。我们现在刚逛完那个公园，然后我们要来吃晚餐，就选了一家唯一有开的。他一开始就是我们上餐之前，他就有付
面包跟这个起司酱。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它有点像优格加 cheese。我的主餐点了一个菠菜面。好吃。我现在要吃小牛。That's really great。它的样子超像那个控肉。我觉得我很推荐这家店，因为它的价格没有很高，而且就你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它就会给你面包跟 cheese 嘛，面包1-8片，然后那我们的面包篮子空了，他们又马上帮我们补整篮的面包。我们现在吃完晚餐，我们要搭计程车回我们的饭店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叫不到计程车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叫不到计程车，我们要走1.5小时回饭店，然后我们饭店在超级山上，这里全部都是暗到不行。我现在是开了一个手电筒，你们看。没有开手电筒长这样。Aurora Guest House。希望我们成功回饭店。我们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司机愿意从他家开来载我们，然后他一路上飙超级快，感觉有100、120，然后还是山路，但最后就有安全到饭店了。